这个是哪个宝贝？这个是我们那个家，那个我们的那个家家家，对，我一下子就忘家仔哈，对我一下子，对，因为卧龙神兽品的宝贝太多了，这不一下子有点卡壳了哈，一下子有点卡壳。嗯，欢迎来我直播间哈。对，你看这个宝贝，你说如果说卧龙神兽品，如果说有好几个小洞洞的话，估计宝贝都得去看一看哈。对，长得对那个眼睛，那小那个对他那个小眼珠，对，长得那个黑溜溜的，是吧？嗯，感谢树三三给我点赞哈。嗯，欢迎9702，欢迎来我直播间，感谢那个三叶草来我直播间哈，感谢快乐多多。对，接下来我们小贝贝会给我们姨们带来更多的可爱萌萌的一面哈。对，因为接下来天气一天气温也在开始慢慢的在回温哈。对，我们小可爱就是，嗯，感谢给我点赞哈。对，到时候我们都得在那个，对，我们都得在那小草丛里面去找宝贝呢，是不是？到时候卧龙神兽品一片绿油油的。嗯，感谢给我点赞哈，感谢天山脉动，感谢炫酷，感谢。嗯，感谢找我买房会发财，哎呀，这样。对，没牙，他不是也没牙，有，就是有一点那个小，就是有一点小丢丢。我们汪家仔哈，对，我们汪家仔，不是没牙哈，宝贝有牙，就那么一丢丢，就是很小，很小小的，没牙，有一丢丢哈，有一丢丢，对，就那么一丢丢，对，就那一点点哈，对，那个牙跟肉哈还包着是吧，有那么一丢丢哈。嗯，感谢给我点赞。对，还要过几个月呢。对。